考虑那个事情，其实考虑很久时间了，已经。就是每一期出来都是每一个人都问我什么时候娶老婆啊，什么时候去拍拖啊，有没有心仪的对象啊。我觉得缘分到了就会到，对，所以别急，我都没急，你们不要急啊。有时候人见到风咧，有时同翻老婆啊、仔女出嚟，我好幸福咁感觉咧，有时都触动到自己。没有，我觉得每一个人人生要求的，其实每个人不一样。对，现在的我就是我想去工作方面，现在这一年的工作量比较多，对，然后我在先工作吧。其实我觉得缘分，什么叫缘分？缘分到的时候就到，对，没到的时候你要强求的，你强求不来，对。